姐姐，你觉得我穿哪套衣服好看啊？你现在身上这一套职业一点，另外一套更可爱一点。那你说，嘉伟哥，都会喜欢哪套呀？你要干嘛去？哦，忘了告诉你，素英今天要去面试，是我介绍的。是跟那个徐家伟有关吗？去做徐家伟的助理。 不行，二哥，你大哥不会同意你在娱乐圈里工作的。那是偏见，娱乐圈怎么了？娱乐圈也有像姐姐这样优秀的人呢。现在姐姐叫的亲，之前怎么说她的忘了？哎呦，我以前做的不对，我已经知道错了嘛。我不该在老家捉弄姐姐，不该找人偷拍她，我不该在她家门口放死耗子。 是你这个死丫头！阿哥救我！周思莹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